哦，在房子里住哦。来嘞，你们俩去接好了，让他们认识你，对，让他认识你们。哎，hello hello，你好你好。哎，你好呀，你好，斯德布，王源，你好，娜娜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，王源，热烈，哦，hello，是你啊，hello，很高兴认识你啊，我也是，我们刚刚正在了解斯德布跟娜娜，然后现在他们两位的妈妈在做饭，对，你坐吧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就可以吃饭，你坐这儿，你是今天早上过来的？对，我今天早上才到，你是第一次来草原吗？对，还是以前？我第一次来草原，哦，第一次来草原。那你得印象非常深刻。王源，你对他们两个了解吗？我其实不太了解，对。但是我听刚才你说，就是他们来这，我觉得挺洒脱的。很洒脱，但他们也有各自的梦想。他就是，你说你现在做三件事，哪三件事？三件事。三件事。你要把三件事干好。民宿。民宿。拍戏。拍戏。养牛还养没牛，开始。没开始。对。想开始，对，他也是一个摄影师，哇，那酷啊！他是上海戏学院毕业的，哇，学的是表演，表演，学的表演，表零八，那很厉害呀！在这儿吃吧，谢谢妈妈们。哎，我看你有点紧张是吧？啊，跨过去，有一天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有一点，我好久没有上这种，哦，放松放松。可是他说他觉得这次来感觉会是像休息，肯定的，但我们得干活啊。我们等一下要跟着斯德布去干那个。干活我可以，干活我可以。哎，给我们介绍一下妈妈们做的菜。对，这两个就不用说了，这就是家常。对，然后这是布里亚特包子，就是纯肉馅儿、纯牛肉馅儿做的。嗯，在我们这儿很有名的。就是来呼蒙必须得吃。面。我这个是牛肉包子，是吗？牛肉，纯肉，牛肉，牛肉包子，洋葱是吧？牛肉和洋葱没有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他们现在就是夏天的时候待在这儿，因为民宿人会比较多。然后其他的就在各个不同的城市漂泊，所以他们是现在的，现代的那种现代游牧，现代游牧民族，很酷啊！就超，我就想这样。是吗？对啊，你可以每年给自己放一个月到两个月的假，你就可以过你的这种日子了。工作也不耽误，你自己的日子也不耽误。你需要去看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段剪进去，我的团队的人艾特一下。你觉得你自己长大最多的是在几岁？我觉得就是去年。这一年，因为就是去国外读书了，那一年就长大很多，因为身边没有人了，然后所有东西都得自己来，然后因为也比较闲，所以想的东西也会多很多，以前没有机会去想的事情全都想了一遍。而且我有一次去滑雪，在日本的那个雪山上滑雪，然后上缆车之前去买了一罐售卖机里的热咖啡。当时我是去的最早的，没有人。到山顶的时候，然后把这咖啡打开，喝完之后滑下来。我觉得那个就是人间，就是太美妙了。对，想想都好美的。所以。蒙古骑马是说有点站着骑，是不是因为要射箭啊？以前，那现在就是比赛会有，还会有骑马射箭的比赛？有。你爱骑马？我们没骑过。哎，你得教教王源，他真的以后拍马戏，首先要跟马培养感情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培养感情。对，我都教你小的技巧。好呀，就是跟马接触的时候就要摸眼睛。摸眼睛。摸眼睛，摸鼻子。鼻子我们会摸，但眼睛就是他人的这个气儿，好像他要感受，而且对你就是你是好人，他要是跟你合不来的话，他肯定就是你不让你摸，就各种。但是都有小技巧的，都有技巧。
哦，摸眼睛、啊。对，然后从脖子那儿蹭一蹭啊，去摸摸它。我们之前去拍一个节目，就是一个演员，他是青海的，他就会骑马，嗯，就上马直接就开始策马奔腾、嗯。然后我说我也要来，我一上去前面有一个老人就牵着马，好，小朋友走吧，就太尴尬了。我那时候以为得学，我一定得把马学会。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可以学。王源，彩虹出来了，彩虹、啊，两条彩虹，两条。谢谢谢谢。刚才吃饭，然后本来你一进来想送，哦、然后这太好看了，这个对。好，然后我给你，我把它换上吧，我让我自己感觉像是一个蒙古壮汉，哭了哭了。对，你哇，我们先骑这一匹吧，好不好？哪一匹？这一匹，对，摸它的眼睛，对，摸它的鼻子，对，轻轻地摸它的眼睛。好，可以吗？你拿上缰绳，应该可以。但另一个就是人多的时候有点野，嗯，先骑这个，这是缰绳，嗯，这个是控制方向的，嗯，拽他的那个就是嘴的，控制他的嘴，然后控制他的头，就你要去哪一边你就拉哪一边，对是吧？对，嗯，对，然后这个上马之前这么一起这么抓着，一起这么抓着，然后就是蒙古马是它不能到右面。他没有这个习惯，哦，所以难怪我往这他有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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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就这样多摸摸他，然后跟他培养感情。培养感情。好吧，好，你按刚才的步骤，你先直接来。摸一摸，培养一下感情。对，摸一摸脖子，对。上的时候刚才说了，你一定要不能犹豫。对，就不能犹豫，然后左手拽住这儿。在这儿、嗯、好，快速上。OK， 哇 ，OK， 上来、啊，好，上来了。然后你的这个，就是你的这个屁股，嗯嗯、就是往这一点，往这一点，侧一点、嗯，然后这个支撑住，嗯，支撑住，身体就是也不是太倾斜，稍微侧一点、嗯，侧一点，对，然后这个抓在这边，抓在这边，两个手这么抓着。对，对，这个是这样，这样 ，OK，OK， 这样，对对，然后最后你练到是一个手，一个手了，哦、就比如说右边的话，你这样、哦，左边的话就是这么走，好吗？好，你先自己走，转一圈看看。叫上去了，叫，没事，往前走，你就说，它蒙古马是它不是，就是驾是啾啾啾啾，对。啊，对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对。哇，哎，哇，好酷啊！哇，感觉好爽啊！可以骑远一点啊！我害怕它跑起来。跑起来要怎么让它停啊？跑起来，拽住就行，两边一起拽住。哦。它不会跑。我这个马鞍好硬啊！对，蒙古马鞍都是比较硬。哇，它直接骑。好，咱俩一起走啊！好，就是我慢慢教你。好，就是，你看，现在就学会到你一只手抓着，抓着一个。对，然后那个缰绳单个缰绳抓在右边啊，缰绳这个，大哥，带着左手，对的。太舒服了。什么也不需要做，
坐吧。行了。行了。圆圈，哎，这个圆圈烤火挺好的，真的。对。这你自己做的吗？还是买的？就是我们爸爸就是他给焊的这个。哦。就是这样去省木材又有效果。都自己动手。这个真的太科学，真是太好了。我们有没有便当或盒饭可以一边烤一边吃？对呀，啊，而且肚子饿了，有包薯片就行。哎，我有零食，谢谢娜娜，我买了一点零食。等他走远。哎，不是现在吧？不是现在，就是后天。我们朋友他们开始已经排练了，然后就是我们后天。就是我求婚嘛，然后我要给他惊喜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他怎么可以知道呢？对呀，啊，就一定不能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憋住。不是，对，来了。对，这个东西太好了，这个圆圈。还在说圆圈，都十分钟还在说圆圈。对对对，这话题我们停。人生怎么走就是一个圈。对，我们对这个圈表达。对。时间没有走过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时间没走过。没走过。那时候他是他追你的吧？嗯。用盒饭追的我。用盒饭可以？怎么追？就还是在剧组里嘛，然后我觉得剧组饭还可以啊，我是不挑食的那种人，我就觉得只能吃饭的话就都挺好。然后他就觉得那个剧组饭不行，然后给我订那种盖饭，什么西红柿炒蛋盖饭什么的，然后就知道啊，就这个成本很小吧，西红柿鸡蛋盖饭就追到了。嗯，成本不大，成本倒真的不大，星星出来了，哦，但是没有银河，今天没有银河，还有我们现在视觉还没有。银河一会儿出来，银河肯定会有。对，我们人类的视觉需要20分钟熟悉黑暗，所以20分钟之后你看到的星星会更多。啊，每天都还能看见银河，当然，对呀。发型早上，没事，你很帅。5分钟做发型，1秒钟就没了。你知道吗？我本来这一片是散着的，我一看窗户外边这个草是，我就给它扎起来了。早，阿姨，早，阿姨，哇，早，阿姨，今天好漂亮啊！对，请往里坐。往里坐。这个就是今天那个肉。天哪，这个是早餐。硬早点可以吗？太硬了，这个，太硬了，这个太硬了。来，把这衣服脱这儿吧。好，谢谢。好期待看你们吃这个早点啊！一天两顿，就是早午餐，然后晚饭。嗯，哦，是吧？也够了。是吗？我说我们可以这样。我期待今天吃你朋友做的西红柿炒蛋。你早上醒来就想了，像西红柿炒鸡蛋是吗？叫满。满达，硬早点的，就第一环节就拿肉开始切。哇，谢谢。然后放在奶茶里，肉有点多吧？这是牛肉是吧？牛肉，对，牛排。哇，我眼睛都瞪直了。然后这样，哦，谢谢，茶里头泡，泡一泡，然后吃掉。我可以肥的稍微少一点吗？我给你那个。没有肥不好吃。对，我知道。王源要开始吃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再泡一下会儿啊。哦，泡一会儿。泡一会儿。软。哦，对，你泡一会儿，它就软了。不是，那你们-40度的时候，几乎待在屋里就不出门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照亮不是外头干活啥？他得干活。牛羊干什么活？牛羊还得牛羊哦，牛羊吃东西嘛。对呀。哦，牛羊吃东西要挤奶。给他们捡牛粪。嗯。好多活儿，好多活儿啊！他们冬天也出奶啊？出，对，有时候有的牛犊子就是最冷的时候，就12月份、1月份就生了。对，我们这儿因为
牛羊都是自由恋爱嘛，他的对什么时候生不一定，对不一定。嗯，你会想很多吗？我想很多，也想很多，嗯，但是我做决定很果断啊。那你如果想多做决定果断的时候，会不会有后悔的时候？我和现在观念就是我不知道决定之后会怎么样，所以我就觉得哪个决定我开心我就怎么做，嗯，就是 follow my heart，哦，就只能这样了。嗯，我也觉得挺好，就这样，我觉得至少就算后悔也是自己选的。嗯，对，嗯，所以我就不怪不了别人，怪不了别人，只能怪自己，所以就没事。那你对未来会有恐惧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挺平和的，完全没有。嗯，我觉得走到哪儿算哪儿，走一步是一步。我觉得他还小。嗯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现在每天过得挺乐，挺开心，开心是吧？对，嗯，那种人生的烦恼，我觉得还没有来。对，20岁，对对对，20岁我也很开心。20岁，20岁其实我蛮多忧愁与烦恼，可是我很猛啊，就是很敢，什么都敢。20岁我很傻。对啊，就是那种初生之犊不畏虎。对，我现在30了，我都觉得还是这种。还好，但是20岁的状态和我现在回想20岁的状态，欣姐说的一样，太傻了。我经常也跟她说，我的天哪。哎，你会觉得这样，比如说你成名啊，走红啊，就然后这种生活，你会比你们，比如说你初中同学、小学同学要成熟吗？我觉得会，肯定会。会啊，那这区别在哪儿呢？就是比他们多一个工作经历吧。嗯，因为我现在其他同学还在找实习呢。那你现在对什么感兴趣的？你和他们最大的区别，比如说他们现在还是在那种真的很小朋友的那种吧，啊。那我就你现在感兴趣的是什么？休息。休息，啊，还是辛苦了。最大的愿望是休息。哎呦，哎呀，你知道我有一阵子啊，我都不敢出门。你知道我去超市我会流汗，哦，我有认识太紧张吗？对，对，然后出门就是那种就是一旦有一个人发现我就会跑。啊，我也有段时间也这样，我有段时间也是就是发抖，真的是吧，出汗，对，然后就是真的是流汗出门去超市，那是在就是担心什么呢？就是别人议论你不好是吗？不是，就是因为太被关注了嘛。对，而且可能本身性格不是那么愿意，被关注，受关注。对，就是因为你无时无刻都是在那种被盯着，而且别人对你的期待可能就不是你本身，而是你附加的那些东西。我觉得那个对还是很辛苦的。对，我觉得我最恐怖的一次，我就一直在流汗，我就觉得。就是生理上就是喘不过气来，然后感觉随时要晕倒了。就是现在从心理上的感觉已经变成生理上，就是会难受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会紧张，就是长期的紧张。对，会紧张。所以你看，事业有成有事业有成的烦恼，我们在追逐事业的路上也有追逐事业的烦恼。对，都一样的了。对，各有各烦恼啊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红了，我也体验一下。就我俩特别不解那种，还能这样？我觉得一边呢，不得不是，他还不断的想要去追寻他心中的那种成功的生活，但一边呢，可能他在外人眼中，他的事业已经是，就是到达了很多人羡慕的一种巅峰，可是其实他们两个都心里还有所求。我俩是发小，他来了之后，他要去当这个牧民。其实他没有经验，他不会骑马。第一年就直接在山里就看自己的羊，4个月自己。第二年之后他开始会了，第二年、第三年开始驯马。
自己训，自己骑，从几十只羊现在都有几百只。满达，哎，满达你好。这就是我哥们满达。哎，满达你好，我是阿阳。我们在。哇！哇，厉害了！哇哇哇！这样耶！哇塞！哇塞！这就是传说中的满达。好嘞，进来点吧。哇！这就是你的家。对对对。我们听过你神奇的故事了。是吗？这第一次牧羊就一个人搞了四个月。对对对，是不是就是游牧生活嘛？啊、嗯，好厉害啊！嗯，你怎么称呼？说海牧。海牧。对，在海的海牧叫做牧。海牧。路上有吗？俊俊，你不是说想游牧吗？是不是这样的游牧方式？哎，我可以的。只要不是一个人，我只要不是一个人，嗯，我一个人不行。但你带不带牛羊啊？你的计划里面？有，那肯定是有朋友会游牧啊。我跟着他一起啊，我前两年特别想游牧。那下次找我们。我下次找你来。对，但是你要让我一个人去放羊，就我可能真不行啊，就可能就是去体验就是游牧的日子。嗯。我特别喜欢这个篷车的，就这儿这个位置，就坐在这儿。嗯。和门槛儿这种啊，是。你晚上门可以关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嗯，你碰到过狼吗？碰到了。那，你有房子，所以没关系。那你怎么办啊？狼就是不攻击人，就是过来套羊。吃羊，它、哦、要吃羊。对。那怎么办？那是第一年没经验，我过去走包的时候呗，一秋天被套了20多。哇，那损失很大啊。那时候羊还便宜了。那你后来什么方法呢？后来你就，你比如下雨呀、啊、下雪呀、啊、雾天呐、啊，你尽量小心点。它是狼很聪明的这动物，它都是那个时候来。它能知道它隐蔽吗？那雾天啊、哦，看不着。你看不见它。对对对，它从羊群的那边就过来，嗯、一般是冲着那个风的下面过来。风的下面过来。对。哦。你就看这羊突然就惊吓一下，就完事了。羊那玩意儿也挺傻的，也不知道将来不知道跑。嗯，然后羊那边一进山，你过去一看，这羊搁那吃，狼搁那吃羊，一过去来不及了，已经吃的不疼。Yeah.
我鸡皮疙瘩是一阵一阵的，一阵一阵反上来又反上来，太厉害了。好像他的那个自己就是有好几种乐器的，对对，我就感觉他的呼麦根本就不是人的声音，像大自然的声音一样，嗯嗯，像什么空谷的低鸣那种感觉，有时候又变成什么风的声音，哇，太厉害了，空谷的低鸣。哎，为什么会有呼麦这种形式啊？嗯，呼麦其实跟这个游牧生活特别有关系，特别有关系。就对对对，是一个就是因为它你看就是历史比较悠长，它应该是几千两千多年的历史吧。然后两千多年，对，然后是阿尔泰山脉地区的游牧民族，它是模仿打猎的时候模仿动物的声音，然后有自然。刚才我说，泉水，泉水呀、啊，对、哦、这种，然后风的，对，模仿这些自然的声音，啊、哦，真的是山谷的低鸣，太酷了，这个太酷了，啊，那他这个就是那个传承现在呢，就是保留的，现在是算是完整的吗？还是现在可以啊？现在可以，对，现在特别好。近几年，十年前内蒙这边相对来说特别少，但是近十年现在是特别多，是吧？对。练成要多久啊？练成很快的，很快吗？对，找到感觉差不多一个月都能会发出声音。对，但是要到一定程度要需要，对，慢慢磨。你呼麦练了多久？十多年吧，十五年。十多年了。对，十五年。其实我现在没时间烦恼，因为太忙了，做的事儿挺多的。然后每年过的，我想做什么事儿，就比如说我想一段时间，我真的想，因为我还没有尝试。我说我出作品，我想拍电影或者怎么样，就是出一个长片。但是我还真的没真正完成过一个长片的一个剧本。我觉得是个阶段吧，对，阶段，对，是个阶段，会有，一定会有的，对。就像我还想写一个特别特别红的歌呢，对吧？对，但就是现在也没有办法，没有能力，所以就是慢慢来。我觉得是，啊、对对，是一个阶段，总会有的。包括我现在就是，我一定要想要做一个好的歌手，但是做好的歌手，它是有一条长长的路，在长长路上你会遇见不同的人，体会不同的风景。我觉得斯德布真的很勇敢，很果断啊，就是想干嘛就去干嘛了。我害怕过。如果是这样，斯德布啊，嗯，如果按照你现在这样的生活状态，如果你这边的家庭让你留在这个地方，而在大城市呢有机会的时候，那你该怎么办呢？好像还是挡不住那个，就是我想追求那个梦想，去那个事业。我会去，但我发现好像我后来真的我会选择梦想。男人们，回来吧！厉害，什么都有了，肉也有了，菜也有了，还有水果。可是怎么吃饭呢？我要把这个菜拍下来，太难得了。慢慢来，还挺开心的。嗯，斯德布帮我舀点那个沙拉。好，我用您的筷子啊，这儿。哇，有勺子。好稀释呀，用勺子装个沙拉。可以了，谢谢。盆儿还挺好看。我也要。谢谢。哎，蒙语谢谢怎么说？拜日达。啊？怎么说？拜日达。拜日达，太难了。你可以慢一点吗？拜日。拜日。拜日。拜日拉。拜日拉。拜日拉。来说，巴亚尔日说呀，白滋儿啦，白滋儿啦，我重新跟你递一遍，我舌头卷不过来的，真的，我那时候想学西班牙语，嗯，怎么都，你在忙什么，阿文达？主持，
啊，做肉粥，哦，做肉粥，对，特别棒，肉粥是才是精髓。半边脸可以吗？可以。半边脸也是满达呀。请问一下男主角现在心情如何？对，斯德布。哦，我现在有一些紧张，就是我现在求婚的词儿我现在没捋明白。你昨天晚上睡着了吗？没事，根本没好好睡。晚上，而且昨天晚上我想写我那个什么。就是也写不出来，然后我就说躺下，我可能会静下来。嗯，我又翻来覆去，然后就想，然后就他在那玩手机，他也没睡，然后他不知道你心里头的小心思。对。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我们现在去我们的下营地，就是湿地下营地。哦，在别的地方采访。然后在那儿现在有谁啊？现在有我的发小，有娜娜的朋友，她娜娜都不知道，就是他们已经排练了好几天，好几天了，好几天练舞练，然后有的从呼和浩特开车来，有的两个是，从北京来，有锡林郭勒来的，就是有外地有这儿的，都有十多个人。昨天满达跟我说明天见的时候，还害我好紧张呢。因为我想说你不要这个说漏嘴了，找马呀。然后海木也跟我说明天见，我还跟他眨眨眼，想说不要跟我说。好像是说我负责看两边，给两边打信号。对，你们在那儿布局。走。大家欣姐，我介绍一下。好，嗯，王岩，一起来。我的好朋友们，也有娜娜的朋友们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Hello， 我很喜欢你。谢谢。斯德布刚刚跟我们讲说，昨天他一直在看你们练舞的视频，然后把他逗得很乐，可是他又不能笑给娜娜听。我们不是专业的，所以就很有的他们顺，我看那个阿碧是有一个动作是顺拐的，还是？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计划，就是今天晚上呢，就是斯德布会跟王源跟你们在一块儿，然后千万一定要那个不要被发现哦，不然的话就破功了。对，然后小迅。那个周女士她会跟娜娜在一块儿，会想办法就是转移她的注意力，然后我会在那个导播间，我会看两边，看什么时机让两边可以相遇汇合。对，哎呦，好刺激哦。先看一下你到时候要怎么出场，这一切是怎么样，我们慢慢安排排练吧。开始好、嗯、我们几个小时的排练。好啊，汪源你配合我一下，你是娜娜好吗？好，我要拉着你进来。好。
要忙要忙啊大力士，不舍不舍大力士，要忙啊大力士，不舍啊大力士，阿弟下个大，不行，恭喜，放到这儿。你不能说，要让司令部自己说。我想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要让娜娜觉得有惊喜的感觉嘛。然后到时候比如说旁边这个小门你就藏起来，然后这段他们就在里面准备，然后我就跑回去，我去告诉娜娜，告诉迅姐，我说司令部在牛棚酒吧受伤了。他就会肯定会，我就演一演，着急忙慌跑过去，他肯定觉得然后他就带着很惊恐的跑过去，一推门发现朋友们都在跳舞，然后你从后面拉着他进去之后，你们就是从一个惊讶转到惊喜。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哇，你这个招太好了，我觉得，对吧？对，是吧？我觉得太好了。然后我就要直接是我先直接掀开，然后他会很惊讶啊，然后我才会说话，然后嫁给我吧，祝我的求婚马到成功，耶！好，姐，那我过去了。哎，你过去。王源一过去就要把女主角带过来了，就位了。好，各就各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那个我们现在在这个第二现场，然后这个是娜娜。大家好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女主人。然后我们为什么会面临这样的境况呢？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要跟娜娜，还有那个娜娜的母亲一块包包子，结果阿姨被叫去炖肉了，所以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挑战一下。娜娜不会包包子，我不会，我也不会包包子，那反正我们能包成什么样就什么样，只能是试一下。走，走走走走啊，走啊，司令部他受伤了，他从那个椅子上摔下来了。不是吧，现在趴在地上，怎么搞的呀？从凳子上摔下来，好像磕到了。他没事吧？我不知道，没流血吧？我不知道，我这跑回来了。哪儿呢？在室外吗？就在酒吧里面。哎呀，快吓死我了！要来了，要来了！怎么没开门啊？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嘘，快到了，嘘。司令部。小心！哎呦！这是个，非常重要的时刻。
亲爱的姑娘，因为他家里的他的家人，所有的他最爱他的人，他会都会叫他姑娘。那可以啊，我们已经走过三年，我依然，我的内心就是依然燃烧的跟炉火一样，我的依然内心依然洋溢着，充满着勇气，带着美丽的你，善良的你，把这余下的美好的我们的生命时光想走下去，请你嫁给我，嫁给我吧。哇，真好，成功了。娜娜妈妈刚刚在旁边擦眼泪。我觉得斯德布，你要跟娜娜妈妈说一说，你要怎么样照顾娜娜。我是个心软的人，我会，妈妈，我会好好的对我们放心，我会好好的帮我们的生活。我相信你。真的，我是个心软的姐姐。准备好，看镜头，三、二、一。王源起来告诉因为明天中午要吃火锅了。赵导采访的时候，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，就是问到我和斯德布在家乡和梦想之间选择的一个问题。昨天斯德布很犹豫，我想唱这首歌来告诉你答案。哇哇，你要不要过来跟他们稍对一下？好，我王源，你是真的昨天晚上你睡了吗？必须睡了呀，睡得更香。对，我唱一首自己的歌，叫《骄傲》。走的那天装作匆忙，怕看见你湿了眼眶，本该留在你的身旁，醒来不知身在何方。你说男人要有理想，我说不会让你失望，看着家乡和你都变了模样，不知何时给你炖那碗说了很久的汤。我不要沙滩小岛，马车和城堡，我不要人山人海，热情的尖叫，我不要五光十色灿烂辉煌的灯光在闪耀，我只想有一天你能为我骄傲，我只想今天你能为我骄傲。哇哇，谢谢谢谢谢谢。
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我爷爷他就是换了智能手机嘛，他然后最近我给他发了一张亲属卡，所以就是他们以前去买菜什么的就还得找零钱，他最近给他发了张亲属卡，就是小程序，他每刷一笔钱然后我都能看到。你都看得到？对，所以我每天都能看到他，比如说今天去药房买药了，然后去超市买东西了，就是的确尽在你的掌握吗？不是在我掌握，就是对对对，就是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开心吧，就是每天看到他们都挺幸福的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哇，大！这个雨在草原算大吗？不算吧，大，算很大的了。哦，雹子，冰雹，雹子。砸着会疼，砸到河。我没见过冰雹，我感受一下。两条，哪儿啊？两条，两条。